么事？很多人觉得沟通跟男女就没有什么用，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好好的念书。我以前曾经穿着校服的制服，更多的人觉得我们只是盲目为了反馈而反馈。但是这些关心的人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在这个时候下，我们台湾的民主正在渐渐的消失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站在这边，我们知道捍卫我们的民主。所有的人，还有警察先生，我要大家知道，我们并不孤单，我们是团结在一起的。然后谢谢大家，捍卫民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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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朱鑫，朱鑫，接下来是不是换我们外场的朋友来捍卫民主一下？好，感谢感谢，那换我们外场的，在我们外场是有东吴大学历史系王同学，还有海洋电机的施同学也都在现场，请到前面来。